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边方，好久不见，各位，来吧，我们就很久没有来这个游戏了，又一款僵尸幸存者，之前是 demo 版的，然后在7月14号这天呢，终于给它正式了。不过我总觉得这个正式版是不是还没有完全开始，因为这边还有写敬请推出，但是后面的角色是已经有了，没有错啦。所以说我们就直接先上吧，那没意外的话我们全部都要重新开始，那我们先用坦克就对了。坦克比较好活下去，看一下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东西。有无尽默认，然后硬核标准游戏魔术类固醇，什么意思啊？反正就是玩下去就对了嘛，对不对？然后有下一关，绿色监狱啊，算了，那边看不到，反正我们等一下再说。来吧，走吧，看一下更新之后的第一场有没有什么差距。应该，这时候要希望他有还是希望他没有？我希望第一场什么都没有。可是第一场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，我也没有升级，扛得住吗？也没有女猎人的那个冰弓箭，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这个游戏，蛮不错的，对，我说的不错指的是另外一种不错。好了，我们现在一开始只有这个霰弹枪而已，霰弹枪。这看起来目前为止都一样，上面那条黄黄的是我们的经验值，然后这边是我们的要累积满1000块才可以有一个升级的点数，然后这应该是我们的击杀数吧。现在前面怪物还很简单，有了，我们要用什么呢？用无人机吧，无人机很好用的。至少在出席，可是要换个角度想，我现在什么升级都没有，我现在什么升级都没有，算好用吗？还不错啦，还不错，我至少你看这个攻击可以一直持续下去，在我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选坦克就对了，之后要选其他的我们之后再说，而且这一局算快啦，我记得好像10分钟左右应该就一局了，只要活下去就好了。石夫。这什么技能？什么时候这个技能啊？很像原本没有这些，对不对？生命值、生命回复、加成、窃取又回吸血，那应该是后来的东西。技能，什么时候这个东西啊？哇靠！哇，有东西帮忙，真好。之前那个东西只有给我升级而已嘛，对不对？现在也有附属的道具出现了，册子是攻速，为什么？检测到 SOS 讯号，这可以干嘛？好，有不一样的东西就不错。然后我们无人机再多一点点，这好可怕，这个 SOS。我们救他哦，解救可以选择我要谁，要或是让被救者在军营地避难哦，直接升级。我们先给我一个角色好了，毕竟我还没有其他角色，先给我角色比较重要。那个钱是之后的事情，升级完之后就可以这样子搞了。就他就不是靠升级了啦，所以我现在升级的话就单纯是给我东西。那我要什么呢？手榴弹轨迹美食有这个东西吗？我怎么记得没有？什么时候有这个能力了？好，没关系，我们先这样，先继续。哇，一改就改蛮多的，手枪、雷区、地雷那个很没有用，不用，我继续升级上去。这个东西升上去还不错。继续无人机，无人机具为什么？那有个血量，有个东西，然后这边有个雷可以干嘛？超级速度，应该是 CD 吧？它会增加我的 CD。手枪、霰弹枪还好，对这个游戏还蛮认知的哦。他应该是说我升级什么吧？我升级霰弹枪，然后刚被咬了一下，100多滴，我的血量总共1100滴。我记得坦克的话是血量会多一些些。可是多一些也才多10%而已，未来应该会多的更多才对。然后双管霰弹枪，好，先帮我一下直升机，等一下再说。其实直升机我还蛮爱的，至少会帮我开一条路。只不过以前的直升机有点笨，我希望改版后的直升机会正常一点点。对，之前那个 demo 版是完全都没有任何的加强，什么改版都没有，对不对？雷区，好了，手榴弹，看一下手榴弹是什么新的东西。我记得以前它是机枪嘛，对，它以前是机枪跟直升机嘛。现在要把机枪拿掉啊！直升机吧，把它多一个技能是一个技能。这边还有一个磁铁，先不用。反正我们现在无人机，看这个无人机有多香。有了，我们的机枪过去了，跟着它走。我的速度太慢了，完全跟不上。我记得以前还能稍微跟上一下。然后这边是不是又有一个 SOS？
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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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其实我根本不用控，我根本不用滑水 ，WSD 就可以了。应该就是只能用工程师了啦，所以之后解到的话就可以多赚钱。欸、其实不要不要不要，我还是以通关为主。对，等到后面能够轻松通关再去解救会比较好一点点。然后上面有个宝箱，所以升级是增加我的能力，宝箱的话都是增加我们的副武器。所以该不会这个游戏有超武？可是这个游戏的超武是本身进化嘛？哎，其实就看他怎么玩。哎、欸，那、啊、宝箱哎、欸，我、哦、在上面，在上面，吓到我。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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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宝箱也是要开很久。技能冷却、生命加成、生命回复，哦，可以生命回复，每秒两滴哦。那当然选技能啊，至少我的直升机可以更快下来。我们的平 A 那个应该不算技能吧？我们现在才打500多只而已、哦。有点小危险。这个星星又是什么？哎、欸，他、啊、怎么突然？应该是我升级的。这个星星，啊，哎，这个星星目前看不出来什么，还是说这个星星是无敌？先乱撞一下。哦，星星是无敌，那就无敌星星嘛。好，加血双管散弹枪，好，双管霰弹枪。好，更正，霰弹枪，霰弹枪，自动炮塔，自动炮塔是工程师本来就有的。手榴弹，我还是看不到那个手榴弹轨迹。我刚说要看，刚要看，说要看，结果还没看就结束了。好，再看一下有什么装备。哎、欸，装备可不可以升级啊？没有哎、欸，装备不能升级。武器装填，移动速度跟射速，当然是先选移动射速，不然的话，等一下那只王打不死。对对对对对，还好。要知道一开始没有射，一开始没有跑速的时候，王根本就活不下去。检测到 SOS 讯号，我们这个时候应该就赚800块。哇，他这样前面。哎、欸，啊！直升机、自动炮塔，多一个技能是一个技能，800块哦，哦，刚好一起吧，是吗？可是我等级还没，哎、欸，好吧，反正他说了算，他说了算。还好现在东西比较多，没有像以前那么变态，至少第一关我没有像一开始连十分钟都撑不到，现在我觉得撑到十分钟应该蛮 OK 的。然后电击枪，把武器升高一点好了，主武器升高。至少他们可以进化，然后这边又有一个无敌。其实无敌我应该晚一点再吃，我不应该那么早吃的。那这个雷的话，是不是吃下去 CD 就也没有？超级速度，我的移动速度有变快吗？好吧，他说有就有。然后我的血量，等一下，哎、欸，没注意到，没注意到。好，来继续继续，700多滴，我们现在血量1400，然后我们靠的机无人机，哎、欸，不是无人机，直升机，你就直接帮我救上去就好了、啊，干嘛把我放在这里玩？真的是哦。然后上面还有宝箱，继续吃。其实换句话说，会不会难度更高？这个移动速度那些都等一下再吃好，那些都打王的时候再吃。要知道这个游戏的王很恶心，而且说不定还有其他只王一起出来。有了，有一只 boss 了。积极态度，当你受到伤害时，武器立即重新装填弹药，最大生命值闪躲几率，这个很重要。多10%，说不定就让我扛得下去。我们先去处理王。说要处理王，感觉像处理不掉。啊，为什么没有机枪？我蛮爱机枪的。说，他网了，哦，看到网，看到网了，老样子，老样子，用你了。经过这么多年，还是你。电刑，好多一个能力，可以让我把旁边的怪物给电开。然后现在有王，王打不到，可是王的伤害很痛，我要自己稍微注意一下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应该要去吃个武器。哎呦，王的血量有一点少哦，没有像之前那么多，无敌，先吃一下。好，没事没事，过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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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然后接下来升级。我刚真的是无敌吗？为什么觉得我血量还在扣？那应该不是真的无敌吧？自动炮塔、直升机再夸张一点点，然后是电击枪、直升机，算了，随便了。其实我没有坦克的东西，其他都随便点，真的有坦克比较重要。突然觉得很像该选回血，至少每50秒可以回100滴。然后下面有那个哦，这个爆炸！哎、欸，刚刚什么东西？刚刚是不是有？我是不是被攻击了？我剩280。哎、欸，不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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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能不能救一下？能不能补个血？手枪、直升机、无人机、手枪，手枪，好，手枪。我突然觉得有点危险。280滴，其实还是一样，上面又有一个东西可以吃。哇，这个手枪的位置超烂，不是那个直升机的位置超烂。
好，又来一只王，我剩280，先去吃东西先。新的王，新的王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，这个王不一样，这个王不一样。先捡，先捡，先捡，先活，先活，先活。积极态度，磁力范围可重选次数加了，不用。当你受伤，哇，你给我这个，不用重新选一下。自我护理最大生命值，生命加成20%，哎，加成25%，最大生命值150。我的25%是2000嘛，就250，250滴以上嘛，会补上去吗？干，没有，没有骂脏话的意思，但是他的应该是生命回血加成吧？对 对, 對，哦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同样同样，哦，哎、欸，不一样不一样，这一次他没有拿武器了，我先选个跑速，先把他处理掉，先把他处理掉，不然还是不太行。为什么他突然定在那边不动？好，有有有有有有，没事没事 ，bug 也不错。可是看不出来他有什么不一样的能力，说明等一下咬到我就不一样了。280滴，好，这个人质在这里，感觉就不需要救他啊，超安全的。等于是我救的时候可以同时给钱又升级哦。手榴弹、轨迹、手枪、雷区，好了，地雷地雷，帮我清个怪，虽然说也没有什么用。我想看伤害，好像看不到伤害，要之后才看得到。蓝钻，我又一只网，我哇哇哇哇哇，靠，有点小危险，还是280滴，还好还好，还没扣血，还没扣血，磁铁借一下，手榴弹、轨迹、电刑，然后有个宝箱，可是还没有升级，我的升级还是没有办法，直升机再快一点吗？自动炮塔。那个是我的地雷吧？他地雷在怪物面前，怎么感觉他没有伤害？而且是我错觉吗？我总觉得僵尸也坏，僵尸的外形也不太一样。264有宝箱，开等快，开等快，生命回复，每一秒加2滴，不能不能不要，不能不要了。虽然我剩。我剩不到一分钟，至少还多120滴，而且我现在加25%，对不对？所以等一下会不会偶尔会加3滴？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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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刚刚是生命回复啦，被骗了。哇、哦，这什么？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靠，他会冲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哦，有点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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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行啊，我觉得伤害好低，什么都很低，速度很慢。而且我翻到白色的那个东西会突然消失，呜、哦！哎、欸，没事没事没事，又有一只王，都这样子了，你还要那么多王，你故意的吧？还有你，哎、欸，可是他血量变很多，血量变很少，血量变很少。自动炮台我已经不知道选什么，电击枪吧。上面有一个路人，我想去救他一下。还有宝箱，至少可以让我稍微的活下去。哎、欸，完了完了，270滴，刚被咬了一下。哇，279滴，没事没事，我血量还在补。现在我哇靠，没事没事没事，只是乱冲而已，一个乱冲的家伙啊！不行不行不行啊！烦，麻烦，有宝箱，宝箱在我旁边，我能够捡吗？不行，不能够捡。哎、欸，我捡到捡到，磁力范围、武器伤害、护甲，护甲，我觉得伤害够，伤害够。然后让我吃一下，让我吃一下。哎呀，等一下，不又又一只，这只什么东西？有撑有会攻击的、欸。哇哇，等一下。你要嘛不出来，一次那么多只，有点烦恼。已经过十分钟了，应该早打完这两只冲的，还是我现在在玩无尽模式了？等一下，哇，又一只，我看到右下角又一只，地拉，哎、欸，可是这个时候僵尸应该不会出现吧？僵尸应该就差不多了，对不对？只要我把僵尸都杀光，就不会再有僵尸了。对，当不会再有僵尸，应该就好办了，应该就好办了。先吃一下，现在白色东西会消失，那就吃了，不用存了，不用存了。雷区双管霰弹枪。行不行？好，这个人质，帮忙一下，帮忙一下，先不要冲，先不要冲。哇，你这升级也没有什么用啊，直升机随便来一个，应该可以，应该可以。我怎么觉得小兵还在继续啊？小兵根本没有消失的感觉啊。然后现在无人那个直升机，可是直升机，哇，你这直升机很烂欸。而且那个人在场地外是怎样？
还好我选血量回复，选血量回复还不错，因为每秒回两次。没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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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等一下，试一下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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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现在被碰到就没了，还行，体力回复最大，哇，不行啊，先选这个，先选这个，每秒加四滴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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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只要活得够久，我血量就回来了。天降天什么什么死神天降，单次游戏使用能力100，什么叫使用能力100次？什么能力？根本看不懂。哇，欸，没事，差一点点，应该死掉一只了吧？死掉一只了吧？死掉一只了。欸，正常情况下的话是不会再出现僵尸了。这个夜晚是不是有点太晚？这应该跟 Potato 一样啊，时间到应该就天亮了才对啊。那，啊，时间到天亮了，我应该就结束啦，啊。怎么可以搞成这副德性？记得升级一下。特斯拉现场这是进化嘛？进化东西不错，有进化就对，有进化就对了。现在200多滴，我们还有没有王？检测到 SOS 讯号右下角，还有王吗？还有王吗？有有有有，还有一只，还有一只，还有一只，还有没有像之前那么多只？我，这是不同游戏吧？感觉那种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他往很远，往很远，先不要管他。伤害太低，伤害真的太低。等到升级之后，应该就不会那么惨了。手枪、霰弹枪、双管霰弹枪，好走。行吗？行吗？顾得掉。上面有一个宝箱。他的副武器只有一次而已。哎，欸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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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次。你看我的刚刚那个回血就回了两包，看那个多香，应该没了啦，应该没了啦。应该没了吧？是那一只，是那一只。我只要把那一只往处理掉就好。信鸽技能冷却，技能伤害受到伤害可重选次数。哎，技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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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补血很好，很好。会有远距离攻击，那个好烦哦。补血，补血在里面，王也在里面。小心，我刚刚被咬了一下。星星，星星。哦，我刚刚又被那个吐到了，那个该不会是王的技能吧？可是我一直走不进去，不太好进，不太好进。啊，在没有升级的情况下还可以的，还可以。这个盾只是增加我的护盾而已，我觉得。啊，王嘞，王嘞，还是王已经死了，王应该已经死了，死了。看起来像空了，用空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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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空了。自动炮台，他那个技能有个烂。能不能给我其他的技能？我不想要这些技能。还有啦，没有那个回血，我应该就没了。回血很重要，回血很重要。伤害多拖一下就赢了。伤，与其要伤害，其实我这个时候不如给我速度。对对对对对，不如给我速度比较舒服一些些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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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怎么已经14分了？这一回合是多久？不是啊，这一回合不是10分钟而已吗？特斯拉线枪，好，不是不是，好的，血又满了，可重选磁力范围，武器射速，它是武器射速欸，不是装填，但好像没什么用，应该不是第一局就遇到 bug 吧？有两个大宝石，该不会这还是我们之前是15分钟一局？等一下再看就知道，等一下看15分钟有多少王就知道。反正我们还没升到底，而且我也没有其他东西可以选，我们武器没有其他东西可以进化，现在好像不能进化，对不对？我要先升级才能进化，我要通关才能进化。我看到这一只王了，我看到了一只 boss， 呜，哦，他是直接喷在我身上，他明明射直的。看到我，看到你，我看到你，先把它注意掉，先把它注意掉。哦，倒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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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但是好像没有用，15分钟的王而已。自动炮台，手枪啊，手枪之后等下变机关枪吧，我记得没错的话。然后上面又有一个危险等级是狮群会进化，这是什么游戏？这跟我玩的那10分钟好像不太一样，还以为一开始已经可以很舒服了，结果真的是骗你的，根本没有让你舒服的意思。哎，欸，不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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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可能！你
那个人根本就无敌，我根本不用去救他，他来救我才对吧？不行啊，这个瞬间，我觉得我已经尽力了，捡一下，捡了，捡这个能做吗？移动速度，移动速度很重要，在这个有限的范围内，移动速度就是神。十五分。有，捡得动，好，他喷掉了，可以救一下。直升机、电型、特斯拉线枪，好，肯定你们都不会进化，你们都只会这样子。哇，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啦？直接喷我，垂直的呢，而且找不到那个喷怪点是谁。我又你，怎么又是你？可以吗？还好他们的血量很脆啊，我们就跟着他打，先把王注意到，趁现在旁边还没有怪的时候。先把王弄掉，撞这边，下面还有东西可以捡。好了，我们先去捡。好无助、喔，我明明有三个人，却怎么可以这么无助？先捡，这个不是，这是我方的。好，捡，升级，直升机雷区，直升机二十几秒来一次，其实也不错。可真的太久了，太慢了，哇！开始那个了，要说他们也是全 3D 的，难怪会卡，又这么多，就跟之前那一款显卡幸存者是一样的嘛。然后我们有个血补一下，我刚刚看到一只王，左下也一只王，17分钟，这个游戏好像没有要给你那么快结束的意思，还好我们活下来了。然后这只王没事没事。还是刚刚那个垂直的东西是怪物打到我的特效，对，其实它不是什么远距离的攻击，对，如果不是远距离的攻击那就还好，只是证明我被打到而已。好，好多啊，太多了，同学，你这个伤害，怎么又一只满血的啦？刚刚不是把你打掉了吗？我突然觉得吸血鬼好和蔼可亲哦。好，哎，没有打到你也不会掉宝箱，只会掉这些东西。虽然说经验值也不错，但是我根本没办法过去捡。哇，现在给我磁铁哦，怎么又一只？我觉得这是要30分钟哎，真的。这边在跟你开玩笑，我本来想说玩个两局，一局10分钟，结果没有，我就可能要早一天开播玩，对。把这个该玩的都玩，哇！我想捡宝箱，哇！一次来两只，又要跟之前一样是不是？我觉得应该20分钟吧，应该不会像吸血鬼一样30分钟。我的，其实可以啦，我觉得应该可以一局通关啦，就是一开始就通关。所以这样而言的话，这类型游戏第一局要通关真的是偏难，真的。哇，这个绿色的东西你也喷太远了吧？那两只王可不可以赶快先死？小只的，一直追我的那两个，不对，全部都在追我，是全部都在追我。给不给？不要动！哇，三只大只的，哇，完全不能吃，根本没有机会吃。哦，打掉一只，很好，无人机，交给你了，应该没有再出了吧？我刚捡到什么东西？这应该是纯粹升级吧？哎，纯粹升级，我现在35等。哎，如果给我一个冰冻剑就好了，给我一个冰冻剑或破坏剑就不会那么痛苦了，真的。可是冰冻剑跟破坏剑 bug 应该也有改掉啊，没那么夸张。我好希望有那个诱饵陷阱哦，好怀念那个东西哦。借一下，无人机，哦，你看看选跑速多优，哇操，又一只。疯了吧？这真的没了吧？哇操！没事没事。哇，没有跑速的话，应该已经没了，应该已经凉了。哎呦！直升机，这个时候突然觉得直升机还蛮好用的，因为直升机好像是在飞的时候它就已经在叫了，所以我等一下稍微控制。哎、欸，结束了！
20分钟，我想说怎么打得赢？怎么可能？除非他给我继续活下去。他后面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啊？所以后面应该网会一直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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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生命回复，生命加成哦，生命回复的加成，你早说嘛！生命窃取完全没有，窃取只是1%，可是窃取率是没有。然后移动是115%就可以活下去了，还行啊，还行，还可以，还可以。然后我们的伤害最终是电锯，然后霰弹枪，霰弹枪那么高、哦。然后我们的手枪其实这个还好，直升机也不高，但是很好用。可是刚刚好像也没看到好用的地方，终究是我们的坦克在打嘛。那坦克真的太好用了啦！然后呢，我们前面拿到了什么免费的不要钱和我的小伙伴，这是什么成就是不是？然后解锁汉堡，我们可以吃到的东西，武器速度、移动速度，当你受伤时，暴击率、电击它、金钱倍率10%。然后我们去升级一下我们队伍吧，我们总共有12点，有解锁吗？哦，只要10等就可以了，10等、20等、30等，有啦有啦，都有都有。那我们一开始要干嘛呢？在一开始的情况下，先加。这都一点嘛，先加一点好了，这样比较有感觉一点。然后剩下的话再加一点跑速，然后开局时拥有更多生命，这个还好，获得更多经验，获得更多金钱，获得更多经验。好，最后一点，哎，没了。好，就这样，我们辛辛苦苦的20分钟，哎，啊，这个升级又不能这样点，我只能在外面点而已哦。如果刚出来没有点到，是不是就没了？所以假设我要再下去的话，孤城无尽魔术下模式下生存10分钟，我们的坦克刚刚这样过去了，所以我们就可以升级我们两个武器，然后用这个东西当做队长，再杀死20000只僵尸就可以拿到。然后我们有女猎人，哎、欸，这么快就有了，只不过这边也要用这个幸运者杀死5000个僵尸，感觉很像要解很多东西，然后再无尽跟硬核，所以无尽的话，我们只要生存10分钟就可以了吧？好了，我们再生存个10分钟，看一下它到底长什么样子。孤城的无尽模式解锁2阶医疗兵、幽灵、3阶女人特警、3阶特警，反正就杀死僵尸而已嘛。医疗兵，那我医疗兵要怎么获得？幽灵是杀死5个、75个僵尸 BOSS， 收集生命包。好了，算了，再说。好，我们先选坦克啊，不要先选坦克好了，怕好啊，选啊，不选的话感觉活不下去。我们选这个，然后过无尽，有孤城，有绿色监狱，所以他只出了一张图而已、欸。好了，就希望他能继续下去。这应该是无尽吧？有了无尽，好了，我们就来看一下无尽跟这里有什么关系。其实我觉得无尽，如果它是一样的话，而且我的血量怎么那么少？我看一下哦、喔，我的基础能力有没有加上去啊？有有有有，都有加都有加。现在前面不重要，但是很快就要爆炸了。52 106 104，我现在升级一次要1400哦，这么高哦，它点数会越来越高是不是？啊，那是外面的等级。好，无人机，无人机好用，无人机好用，而且我这个东西也可以进化。还行，对，我觉得怎么比刚刚还痛苦一点？怎么觉得这开局有点痛苦？为什么？我先升级好了，无人机，还好这个无人机不用充电，常驻的守卫者，这怎么能不要？拜托。只要点到3或4就会产生质变了。有宝箱，有宝箱，继续无人机，有了有了，你看这个无人机多香，多么的开心！而且所以刚刚说的武器射速应该也包含无人机吧？发现 SOS 讯号，我们等下来救人。哦吼，等一下，好。技能冷却护甲加10，武器伤害加护甲。然后无人机，好，无人机点到最高5层，做一箱。来了来了，就你了，女猎。哎呀，我这是不是可以？对，我选他就可以给我升级，还可以回血，
所以我们就先选霰弹枪。那不错啊，我先不要选其他角色。对对对，我先不要选其他角色，我先用这一只就好了。把这一只升好升满，我们再换其他角色。哇，你看这个无人机有多香！好，霰弹枪，下一次会发射七发子弹，可是一次只发一坨。我们的目标在这里，活过十分钟就好了。哇，这个血量，哇，这个血量还正常嘛？之前那个血量到底怎么回事？那个王跟鬼一样，霰弹枪一发77，打下去就没了。哇，那一坨都是经验值啊，好亏啊！哎，王死了，王死了啊！又来一只王，那一只王的技能到底是什么？看不是很懂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哎，又出现，真的是被咬到吗？好像不太像，可是又很像是。就只要被咬到就可以确认一下到底是不是，然后怎么这么快这只浩克就出现了？还好浩克就蠢蠢的，也就只会这样。哇，一口气三只王，哎、欸，不是吧，太快了吧！双管霰弹枪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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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错不错，我们就靠坦克就好了。哎、欸，三分钟而已，哎，三分钟就这样子，他的无尽真的有恶心到哦。霰弹枪再高一点点，是我错觉？那霰弹枪是不是变慢？先开 ，OK， 好，有，不用解救，双管霰弹枪。很陡，很陡。有下去，先吃经验值，霰弹枪再高一点。有了轮转机枪还是火箭发射器呢？当然是轮转机枪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。我觉得这个机枪看起来，这个声音有点袅袅，那个音效，伤害高一点点，伤害再高一点点。雷区，哇，坦克太强了啦！这个游戏，捡，跑，武器装填时间，回复医疗包，太重要了。虽然说我很想要武器装填时间，就是那个加强不了多少，但是医疗包可以，医疗包可以有质变。然后两只王都死了，是经验值，雷区。有没有 SOS？ 我差不多该救人了，差不多要救人了。雷区，你再给我这个有点烂了、啊，真的。有没有人？有没有人？再这样，我只能拿钱哦。雷区、啊，拿钱就拿钱。反正就是先不要吃经验值。有 SOS 哦，我看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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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准备。试一下白星，疯狂杀戮，感觉是攻击力变强，武器伤害、暴击伤害，嗯，对吧、啊？不然他这个疯狂杀戮到底怎么样？哦，救人救人，根本不需要救你啊！女猎人，现在这里选女猎人很烂，姐哦，有新技能哎、欸，哦哦，我记得他以前是什么诱饵炸弹，妈烂死了。是吧？这应该对啦，新技能，新技能，哦，这好多了，就跟巴拉一样。可是坦克完全没有升级的意思，他太强，他真的太强，他真的太强。哇，这个剑女比隔壁 RO 还要好用哎，还要帅。250王，我觉得这个无尽该不会每三分钟就要出现那种 BOSS 一大堆吧？
王，哇，这个我靠，我被咬太多，有弓箭，有箭雨，范围，范围还会加哎、欸，那当然选你啊。哦，有了极限速度，我现在是不是很多东西没捡，很多宝箱，不行不行，这样很亏，我好歹要活到十分钟。没事没事，可以过。狮群会进化，现在已经进化六，每一分钟进化一次吗？有缝隙有缝隙，有缝就钻，有缝就钻。好，该吃了。特警还是工程师？好吧，特警特警。相比而言，我比较喜欢特警。而且我们这样子也在帮他解任务，对不对？除非他未来可以四个人，如果可以四个人的话就更嗨了。箭雨，箭雨再高一点点，雷区不用了。箭雨，只是个人对弓箭手的一个坚持。有了，死掉了，冲到一半还会死。煎锅可重选速度，生命回复，生命回复，生命回复。那加五趴有什么用？你跟我讲，加五趴的生命回复到底有什么用？有啊，应该是有角色，每多一个角色血量会多一些。雷区箭雨，我还是觉得箭雨很帅。下面有宝箱，这个格林机枪太爽了啦，太开心了啦。信哥，好啊，信哥。终究格林机枪只有我一个人有用而已，其他都还好。我现在另外武器现在都不能进化，也没有机关枪，也没有什么，也没有炸弹剑，也没有什么剑，什么都没有。哦，他会召唤那个昆虫啦、啊，可以吗？没有用，没有用，先升级。哇，又三只王，我们先解救人好了。能不能给我四个人呢？有没有？哦，不行，太多了，太多了。等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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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不要，你不要。绕一圈，求救，活着。哇，终究没有哎、欸，只有暴击率。可是他的暴击率应该是全暴吧，对不对？不单单只是他的暴击率吧。全部人都可以享有他的暴击率吧？突然觉得机枪的装填子弹好像非常的重要。有宝箱，来啊！哎，怎么突然射速？哦。哦，这个星星是攻速变快哦，我还以为是什么无敌嘞，想说哪那么香？横式翻滚，生命回复，哎，先捡这个吧，10%的闪避，然后升级鹰眼，再高一点点，我们的爆率可以更高。所以正常一局是20分钟，那无尽的话，应该我觉得应该不会像吸血鬼那么的和善，对，哦，瞬间很痛，不过没关系。我们有医疗包，常驻的医疗包。如果对于有这类型的游戏而言，应该是神器吧。只要不死，我就是永远无敌。补血，有人可以救。我将升7等。等一下会不会有更多东西？呜、哦，等一下，弓箭手，鹰眼，鹰眼，鹰眼。啊，我还没选无人机，把这个。坦克进化满之后，什么都忘记了。先把王追掉。我总觉得，对啊，这个难度确实比较恶心一点点。然后旁边好多经验值，好多好多，速度有补血两个，先补一下。直升机手枪，手枪，手枪再多一点点。我觉得手枪最后应该会变机关枪，现在应该可以进化吧？应该可以进化一次，应该可以进化一次。
上面有宝箱。小维，有讯号，等下再去。闪避20%，根据 Potato 的经验，闪避20%等于血量加10%，哎，加20%。其实也不能这么算，哎，完了，我觉得有点危险。老实说，射速高一点点，手枪，哇，这射速好爽！我今天好像很久没吃了，有移速又有射速，然后这个是护盾，这应该是防御吧？10分钟了，通了，通了，通了，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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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有解就好，有解就好。我就是来解成就的。这类型游戏其实不用追求什么，要追求什么也是全部成就解完再来追求。对，不然追求这些没有用，没有用。好，吃宝箱，哎，不是吃人，冲锋枪，一次射3发，坚持，技能金钱倍率加10%，运气，这也有运气。运气能干嘛？你跟我说，僵尸进化等级12，就是感觉进化的话，就是伤害更高，血更够，移动速度更快，所以移动速度很重要啊！移动速度低于僵尸，基本上就稳输了，对吧 ？SOS 上面。根本就无敌，根本就不用救你啊。啊，冲锋枪好，救你只是为了我自己。哇，你看这个血量，亡掉了多快！左下又一只哦，这是他们的地雷啦，应该是吧？不对，那应该是我的地雷，怎么会是他们的地雷？怎么样都不像是僵尸会放地雷的样子啊。这边应该有只网，先补血。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下去了。直升机好了，多一个技能是一个技能。多一点是一点，僵尸进化等级13，还是因为我杀网的关系，杀网他们就进化，早晚要死了。那武器模式你就是早晚会死掉，只是看你能扛到哪里而已。哇，我只是想要绕过去，没事，10分钟过去了，我们只是开箱而已，我们东西也都还没升满嘛，对不对？我们的坦克是一样啊，就是机关枪，它伤害更高，然后无人机还是很扯，然后我们的弓箭。他的鹰眼，所以应该只有否他而已，感觉只有否他。然后手枪也只有否他。好啦，终究还是我们的坦克城下的所有。那这样我们解完的话，可以有什么东西？继续。50000人，诅咒之夜真可怕。然后我们解锁硬核模式，升级时，然后暴击率要，哎，还不就一样？不是已经解锁了吗？我们还没10等哦，我们有11点。那这个时候要选什么？一样啊。欸，我觉得我跑速好像已经快够了，可是反正该点都要点，我们还有3点金钱吧，我这一次加10，欸，5点，好啦，升满，这样金钱的话我们升级更高，有了，欸，终于有第二行了，减少来自敌人的伤害，减少技能冷却，技能可以造成更多伤害，磁吸范围提高射速，所以我们只要在20点就可以，不过这升级是要2点，哦，有东西啊，终于有东西可以上去了，那我们这个时候还不行，要再杀掉44个 boss 跟生命包，生命包有这么难拿吗？然后下面的话也都还没有开放，然后我们要再杀掉15000个僵尸，5000个，哎，哎，我要用这个角色才可以哦，我不能说我在旁边选他，然后他就可以解哦，哈，好啦，这种东西我们就之后再说，所以现在我应该解锁了，哎，这个解完了，然后硬核模式。准备好游戏标准模式类固醇孤城，好了，再去瞄一下，我们就结束今天，看一下这个硬核到底有多么多么的硬核。反正我东西都还没升，应该很快就结束了吧。无尽还能再更高，不然就是一开始就出给你出网了。
刚扛了十分钟。好，好，无人机不用想，不用想，55。哇！我操！这什么意思？怎么瞬间就被包围了？这些怪物血量也太硬了吧！我操！真的转个弯就没了、欸。他现在不会跑，他开始会跑。有讯号，无人机。他是不是难度一开始就超高啊？然后我刚被，应该是被咬了一下。好点，生命回复，暴击伤害加 10%， 那个太厚血，不用，我们单纯升我们自己就好了。无人机，无人机。霰弹枪，这一坨怪物，他该不会没有不会给你回血的东西吧？这个跑得快有点恶心哎、欸！哎、欸，我的血量、欸、要没了，要没了，要没了，要没了。霰弹枪，靠背，我觉得他应该是更快吧，更快的成长上去了。我觉得我什么都还没开始哎、欸，然后我的伤害就完全跟不上了。哦，我可以升一级啊！我再升一级能干嘛？哦，最后一点，什么都不能点啊！好啦，就存着吧。好啦，这种东西我们就之后再说。好啦，那今天的影片就跟大家到这里啦。我们的又一款僵尸幸存者，如果你有什么想看的，可以在下面留言一下。如果还可以的话，能不能给这支影片个赞呢？我是 PF， 我们就下支影片再见啦。这个东西我们就看它怎么在进化吧，对吧？可是它这边还写即将退出、欸，哎，这个时候很像还是抢先试玩的版本，对不对？3、2、1啊，拜拜。